老师来查寝了。接到举报，粉丝藏违禁品。没有啊，窗帘拉这么紧，肯定有问题。狼族入侵啊！你误会了，这其实是电风扇。不信你看。我去啊！糟了，窗底！你们还敢用大功率电器？那是我和白泽辉母亲的飞碟呀。这是动感杠铃，我最近在健身，我给您练一段。我知道了，放我下来。我躲在哪儿？行不行啊？洗。等等，不能进厕所。没人还上锁，有猫腻。别开门！藏这么大个水泥搅拌机，把寝室当工地啊！这其实是我们定制的洗衣机，你看，男生也要爱干净吗？查完了，没有问题。走吧。等等，时间都不对，难怪老迟到。老师帮你调调。别动，那是时空逆转中，全部射去。